昨天敦煌再发现重点介绍了莫高窟的两个洞窟，幺五八窟内的涅槃佛像和弟子举哀图充分体现了唐代雕塑壁画艺术的风采，而幺五六窟的张议潮出行图则让我们看到了莫高窟珍贵的史料价值。我们的镜头还进入了从未向观众开放的莫高窟北区，这些看起来粗糙的洞窟并非是像过去人们认为那样是画工塑匠的住所。经过十多年的考古调查，人们终于证实这里是古代僧人生活修行的地方。莫高窟的藏经洞是世界闻名的，这一次莫高窟专家为我们再次打开了藏经洞。这是一个唐代僧人的纪念窟，面积不足3平米，但是他的发现却让世界上产生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当然，这里也记载了莫高窟坎坷的历史。来到神奇绚丽的敦煌莫高窟，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的是央视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敦煌再发现。这意味着您坐在电视机前就跟今天到这儿的游客一样，你们在同步欣赏这个世界上历史最久长、地域最宽广、保存最完好、内容最丰富的佛像的石窟群。那么昨天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呢，有很多的观众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答复。不过呢，我们挑选了几个观众提问最为集中的问题，我们今天呢，先请马静痴老师来给我们做一个解答。马老师你好。你好，你好。首先想问一下啊，很多观众说我们进这个窟几百号窟，那个窟几百号窟，这编号是怎么编的？啊，它这个莫高窟这个石窟啊，大体上上下有一个层次。那么这个编号呢，就是从下层最下面，从最北头开始编，一号、两号，一直编到最南头，然后再上到第二层，3号、4号，再到最北头，然后再上到第三层，就这样一个顺序号。总共是编了492。有壁画和塑像的洞窟编了492号。那我们看到在这个洞窟里头还有一些这个编号，好像这个数跟外面这个敦煌研究院的编号不一样，怎么回事？好，这是，在洞窟里面标出的编号呢，除了我们这个编号之外呢，还有两个编号，一个呢是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编的，还有一个呢是1942年张大千先生编的。但我们现在用的都是敦煌研究院的那个编号。对，现在我们统一啊用的是，包括出版物什么都是我们现在这个编号。还有的观众问哈，因为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这个壁画塑像展现了很多少数民族的形象。那想问一下，在整个敦煌建窟的1000年当中，各个少数民族共存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哦，是这样，它这个在莫高窟建窟的历史上呢，这个这么大一个石窟群，除了汉民族之外呢，还有匈奴族、鲜卑族、吐蕃族、党项族，还有回鼓族。回鼓族这个有很多读法，还有人把它读作回纥。这个“鼓”字是不是就是骨头的骨，那跟一个鸟字、对对对，就这个字，它有几种读法了。你比如说这个民族吧，它从唐末跨越五代到宋代100多年当中，跟当地的老百姓、跟当地的这个归军政权、节度使这个家族呢，它都有亲缘关系、联姻，这个关系非常密切。那么实际上在1000多年中间呢，很多民族在这生活过，所以呢，他们的形象呢也是频繁地出现在这个洞窟壁画里面。这很正常的，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敦煌艺术，是吧？那还有一个问题哈，就可能有的观众也会去过，像这个，龙门呐、像云岗啊，发现那儿的一样是佛教的石窟，但是就没有那么多的壁画。为什么在莫高窟会有这么大面积壁画的存在？啊，它这个新疆地区就有很多石窟，那么甘肃的河西走廊也是有很多石窟了，但整个西部地区，包括新疆、河西地区这些石窟呢，大体上呢，都和莫高窟有点类似，是吧？那么都是泥塑、
壁画，这个主要是这个地质条件和气候条件决定的。整个在这一带呢，它适合于开洞窟的这种地形啊，往往都是沙砾岩或者沙土岩，所以它只能用采用这个泥塑的办法做塑像，采用这种壁画的办法绘制这些内容。也是一个因地制宜的办法。对对，因地制宜是吧？啊，这个跟长江流域和中原地区再往东到云冈、龙门这个情况就不一样。那边呢，基本上都是石雕。啊，这两天看着那么多这个精美的壁画哈，我有一种感觉，经常会想到蒙娜丽莎。虽然壁画和蒙娜丽莎从内容到展现的这个精神都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有一点却是共通的，它总是那么的费人思量，却又有无穷的吸引力，让你去看一眼它。再看一眼它，就像刚才马老师说的那样，我们国家存留的壁画呢是世界上最多的，仅在莫高窟就有45000平米。这说起来是一件非常令人自豪的事情，但同时也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责任。这意味着我们就要把这一份神秘和这一份美更好地保存下来。细心的到这里的游客呢，可能会发现，比如说，在这个莫高窟周围的树木的灌溉采用的是滴灌的办法。这可不是简单的说只是要省一点水，其实啊，在4-5年前，这儿的科研人员呢进行了个全面的温度和湿度的检测，最后发现哪怕是门口浇树的这点水产生的湿气也会对洞窟的壁画产生影响，因此呢，他们就把慢灌改成了滴灌，这样我们的壁画就能存留得更久。小小的一个细节其实就反映出来了，现在对于莫高窟壁画和彩塑的保护已经不是原来凭经验性的保护，而是一种全面的系统性的科学性的保护。那接下来呢，我们先去了解一下我们现在这里精美的这些壁画和雕塑都在面临着什么样的威胁。石窟寺的开凿往往都在幽静而又距城市不远的地方，但是和大同附近的云冈石窟、洛阳附近的龙门石窟有所不同，这种砾石结构的山体无法直接开凿大型佛像，于是在砾石上开凿石窟，再用粘土制作佛像，用矿物颜料绘制壁画，就成了一种天然的选择。敦煌的壁画在1600多年前就具备了很高的颜料制作和化学工艺技术。敦煌壁画的颜料主要来自天然矿石和人工制造的化合物，色彩有红、黄、蓝、绿、白、黑等30多种颜色，内容丰富，气势宏伟。而彩塑的制作是先用木棍制作骨架，扎上麦草芦苇，然后再塑上粘土，最后在泥塑的表面绘制颜色。在干旱的环境中，这些彩塑和壁画经历千年仍旧能够保持这样的状态，的确是个奇迹。如果不是沙漠中特有的干燥，恐怕不会给我们留下如此精美的彩塑和壁画。很大程度上，我们真的应该感谢大自然对他们的特殊呵护。但是在漫长的岁月中，各种各样的自然因素也使得从前洞窟内许多绚丽恢宏的色彩已经变得越来越斑驳和暗淡了。
水滋养了绿洲的城市，也滋养了这里的文明。祁连山的雪水是这里生态环境最重要的因素，但是对于莫高窟来说，水却是一个容易危及它寿命的因素。大泉河的汛期，河水冲击着河谷两岸的岩角，疏松的砂岩在水的冲刷下被掏空，崖体逐渐的崩塌。千百年来，正是由于崖体的崩塌，昔日的数千个洞窟，今天留下的就只有我们看到的这些了。在保留下面的洞窟里面，虽然敦煌气候干燥，但是雨季里的雨水对洞窟的渗透还是不可避免的。潮湿给壁画带来了隐患，容易使壁画变色发霉，并且容易让壁画表层下面的粘土慢慢地出现空鼓，时间长了以后就逐渐脱落。隔壁长年累月的风带来了大量的流沙，逐渐堵塞了石窟，将那些精美的壁画掩埋。吸水性好的沙子又将洪水季节带来的水分全部带走，这种脱水过程特别容易使敦煌壁画的表层起卷剥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起甲。这种现象对壁画的破坏也非常严重。拍一遍。而旅游业的兴起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莫高窟作为旅游胜地，参观的人数不断增加。据统计，到2003年的时候，游客已经达到320万人次。大量的游客涌入，引起窟内温度湿度的变化，从而不可避免地对壁画和彩塑的颜料层产生破坏。也许任何有形的东西都会最终走向消亡，而对于我们来说，如何延缓这个过程，使敦煌文化遗产的寿命更加长久，就是我们的历史责任。现在我是在敦煌的第130号窟，这个窟里呢，坐落着敦煌的第二大佛。这尊佛像是开凿在唐朝的开元到天宝年间，也就是说距今天已经有1200多年了。这个大佛高26米，也被称为是南大像。据说当时在开凿这个洞窟的时候，花了20到30年的时间。到今天，这尊佛像是被称为东方最精美的室内大佛。那么今天要为我们介绍这个大佛的是敦煌研究院的吴老师。吴老师您好。你好。这样首先还是让我们去走进大佛，瞻仰它的真容。直接数是吧？那么这尊大佛呢，是善家做的弥勒
弥勒佛像，高26米。那么这尊佛呢，就是当年的塑匠们在净身有10米的这个空间内，先凿出了它的内胎，然后呢用草泥呢加以塑造其形象。这就是所说的石胎啊，泥塑啊，泥塑。对，这个佛它在结构和塑造上有什么特点呢？这个佛呢，首先呢就是说是，我们呢就是看到它这个面部造型，佛呢就说是它是，面部呢非常丰满圆润，五官呢它的结构呢非常庄严，由此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佛呢是依挨而坐，那么双腿呢自然下垂，双脚呢落地，它这结构很巧妙，它在上面开了一个明窗，这样在底下礼拜大佛的时候，它那个明窗正好可以把佛的面部打得很清楚，线条。是是是，因为它在塑造面部结构的时候，有意加强了这个佛的五官结构的这个轮廓变化和它的线条变化，因此呢光打上去以后呢，它有阴影，产生阴影，那么在一定的距离下边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佛的轮廓。这个佛人们都说到这个看拜佛的时候一定要看这个佛的左手，说这个佛的左手是佛像当中最美的一只手，它美在哪儿呢？那么这个手呢，它是美就美在它在造型上面呢，它显得非常纤细，这个修长，它的这个柔软自然，特别富裕这个质感，特别显出贵相。那么佛这个袈裟呢，也是随这个佛体呢自然垂落，那么它的衣纹线条呢，变化呢，十分流畅，塑工呢用了一种贴泥条的办法，就塑造了一些波浪纹的形式和阶梯纹的形式，以表现这个袈裟的质感和它的这个立体感。其实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啊，它的右手是后来修的，对，就显得相对的僵硬死板一些，是是，而左手呢就显得柔软而流畅。对对对，这就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对，我知道您在这里拍摄敦煌的石窟已经拍了24年了，那么这个佛呢您也从无数角度拍，像我这本咱们敦煌研究院出土的出版的这个画册，这个封面这个坐佛就是您拍摄的。对对对，为什么当时选择这样一个斜视的角度来拍这佛呢？它确实很好看，现在来看。因为这个宗教与艺术它的渊源比较流长，我们在这个洞窟呢看到这种大佛呢，就是说艺术与宗教互相影响的一种产物。长期以来呢，我们为了保护研究弘扬，就是做了好多事情，也出版了好多东西。那么这种大佛呢也是作为这个莫高窟重要的一种图像资源。那为什么当初您选择这样一个特殊的角度来拍摄这个佛呢？因为我们传统的角度就是在2层的明窗那个附近呢去拍大佛，那么这个角度呢只能拍到大佛的一个面部或者一个胸像，不可能表现它的真体，更不可能来表现它这种空间结构。那么作为敦煌彩塑呢，它都是置身于石窟的空间之内，那么置身到空间之内，这是它的特点，我们正面去表现它没有办法表现到它的空间，所以说呢只有在那个角度，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角度，那么去表现这个大佛，这是我在一次拍摄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这个角度。那么这个角度呢，通过摄影的用光、影调和色彩，把它完成出来以后展现给大家。从这个幅作品，我们也可以看到，一方面我们可以拍到这个大佛的两个面，以及它的背后的壁画，还有这个大象窟的空间结构，这就是说把这个物质的这个建筑形制和充满人气精神的大佛融合到一块儿。确实，就是从这个角度，它可以看到整个这个窟的形态。对，那个佛与窟的关系，包括可以看到旁边这种鲜艳的壁画。对对对。那我想真正要领略这个大佛的风采，还得真得到
站到佛脚底下来瞻仰。是是是，确实我们看到这个窟内呢，这尊佛是唐初建立的。那么旁边的壁画我们看到，实际这个窟经过历代的翻修，现在看到这边的壁画呢是西夏时期，重新画的，重新修的。哎，实际这个窟内由于历代的翻修，它有三层壁画。那么西夏，我们可以看到后底下呢，实际是一堂宋朝的壁画，这儿非常明显。对，这是宋朝的壁画，这个地方，再剥了一层，最后是当时唐朝所画的一个壁画。这个当时画的是一个都督夫人那个礼佛图。对，实际他也是一个这个佛的供养人，当时叫乐桂亭都督，他的夫人，来。乐廷贵都督他的夫人来修建的这个大佛，捐资修建的这个大佛。只不过这个在1943年这个画扒下来的时候，当时线条和色彩还是比较清晰的。对对对，那么后来呢，因为长期这个甬道呢有流沙的掩埋，加上他这个潮汐对他的侵蚀，所以说呢这幅画呢它的一些人为的破坏还有一些自然的损坏，它脱落就比较对，后来就实际我们东华学院的段文杰老先生曾经那个临摹过一幅画，那个画临摹出来是非常鲜艳、非常漂亮的。稍后我们会看到，可以说从1943年到现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这个画已经淹没成这个样子了。所以对于今天敦煌研究院来说，抢救敦煌莫高窟的艺术，保护它成了最紧迫和最重要的工作。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从1900年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直到1942年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这里尽管来过政府派出的考察团，自愿来从事临摹工作的画家，但是敦煌莫高窟仍旧是没有有效管理的地方。这种情况在1942年发生了改变。当一轮红日从嶙峋的三危山高峰升起的时候，我们完全被眼前壮观的景象陶醉了。不远处，透过白杨枝梢，无数开凿在峭壁上的石窟像蜂房一样密密麻麻。这是常书鸿后来写下的文字，文字间喷涌着他刚刚看到莫高窟千佛洞时激动的心情。我们丝毫感觉不出这是一个刚刚经过艰苦卓绝的大漠旅行的人。也许这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面临的巨大困难。就在这座伟大艺术宝库里面，住着各式各样的流浪者，他们在洞窟中生火做饭，而洞窟前面随处可见放牧着的牛羊。流沙堆积在底层的洞窟中，脱落的壁画到处都是。当时更精密的保护还无从谈起，一切只能从基础做起。在常书鸿的带领下，一批热爱敦煌艺术的人开始了他们最初的工作。他们在洞窟外面修建了一道2米高、800米长的围墙，这样羊群和小偷，随便进入洞窟住宿的人就可以有效地阻挡在外面了。这个小小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就设在莫高窟下面的破庙里，原来的牲口棚加上土墙加上屋顶，开个门，这就是员工宿舍。除了万丈的爱国热情和艺术豪情之外，他们的经费人员少得可怜，连招聘来的文书会计在内只有区区的6个人。但是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到了敦煌，洞窟的维修和壁画的临摹工作等开始逐步走向正规。这些人中
有些后来成了飞升学术界的著名的敦煌学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敦煌的保护工作迎来第一个顺利发展时期。在国家的支持下，莫高窟全面的抢救性修复保护工作正式展开。敦煌的保护工作由留守式的看护性保护进入了加固保护的阶段。1951年，文化部委托各方面的专家对莫高窟制定了保护规划。1956年，对五座将要倒塌的宋代木构窟檐进行了原状恢复，对倾斜和骨架腐朽的彩塑进行了扶正和加固修复。对有脱落危险的壁画进行了抢救性的维护。1961年，莫高窟连同附近的西千佛洞、榆林窟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3年至1966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国家又拨了100多万元专款，先后两次对莫高窟南区长576米的危岩、354个洞窟进行了加固工程。所有这些举措使濒临倒塌的洞窟、损坏的壁画和彩塑脱离了险境，奠定了日后敦煌科学保护的基础。进入90年代，敦煌人逐步完成了工程地质、环境质量的调查和测评，用新技术和新材料加固石窟，展开综合性的防风治沙工程，研究壁画彩塑的病害机理和修复工艺，并开始使用计算机信息化技术对洞窟壁画资料进行永久保存。此外，敦煌人还全面进行国内国际合作，引进先进技术保护敦煌，并为国内其他文物单位提供支持。敦煌的保护工作正向更全面和科学的方向迈进。我们接下来要进的这个敦煌的85号窟啊，是整个敦煌的700多个窟当中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窟，我把它叫做是敦煌壁画的医学院。壁画跟人一样，它也会生病，它生了病之后呢，就会变色、褪色，甚至剥落。如果这些毛病不加紧急去治疗的话，那么可能再过个几年甚至几十年，那也许我们就看不到这些精美的艺术作品了。那么现在这个医学院要做的工作呢，就搞清楚到底有哪些病，这些病什么原因造成的，病根在哪儿，还有怎么能够系统和科学的去治疗它，这就是这个医学院的任务。我们接下来进去看一下。啊，对了，还忘了告诉你，我们这个医学院还是一个中美合作的医学院，因为呢，这是7年前敦煌研究院跟美国盖蒂研究所联合开展的一个研究的项目。其实我们进了这个洞窟之后呢，就马上可以看到一些壁画所产生的这个病害了。你看哈，我们刚进窟的时候，这个壁画变得非常的模糊，依稀还能看到一些原来这个壁画的人形。而下面呢，因为当时这个流沙吹了进来，而沙子是含水的，所以呢就把这一层的壁画完全的腐蚀，我们只能看到底下的这个墙面了。再往里走一点，你看这个壁画就变得开始清晰了。不过啊，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呢，这原来像这样的这个花，其实外面都是有花瓣的，但是现在只剩下了其中花心的部分，外面漂亮的花瓣已经看不到。如果您再仔细看的话，您还能看到一些这样斜的痕迹。
对，这个鞋的痕迹怎么形成的呢？是早期的时候，这个有一些人进了这个洞窟之后呢，发现壁画上敷着厚厚的一层灰，那么就忍不住拿笤帚去扫它，一扫它之后就留下了这样不可磨灭的痕迹，就对这个壁画产生了第二次的伤害。所以现在你到莫高窟呢，你能看到很多的这个佛像，情愿是土头土脸的，也不敢轻易去动它。进了这个洞窟呢，你会发现它像一个我们平时看到的普通的工地，但你仔细一看，你会看到很多特殊的地方。你像这个脚手架哈，它所有的接口的部分，它完全有这个塑料套去保护它，这样呢既防止就伤害到人，也防止伤害到文物。而且呢，所有的这个脚手架搭起来，再短的一段铁杆搭进来的时候，都需要有两个人，而且需要每一个工人拿手去护着这个顶端，防止进来的时候划着任何的这个壁画。你看我们这个地板上哈，所有的都铺了一层厚厚的一层橡胶，这就是为了减少震动，这样呢可以对文物起到很好的这个保护作用。苏所长，好，你好。嗯，我们刚才都跟这个观众介绍了哈，我们管你们叫这个是一个壁画的医学研究院哈，能不能告诉我当初为什么选择这个85号窟作为你的病例呢？对，85号窟呢，它是1997年我们开始的一个项目。嗯，在这之前呢，莫高窟有几种大的病害，特别是主要的病害都特别难治理。嗯，特别是像空骨、苏结、奇甲这几种病害都特别难治理，所以。而且这些病害呢，不仅在85窟内有，而且在莫高窟的其他洞窟呢也有。85窟是集中了这几种典型的病害。他什么病都得了，等于病得比较齐全。是是。您能不能给我详细解释？